如果不抽真空的话，这里就打到了。如果还是不抽真空的话，就要把这个关掉，线拔掉。 这里，先拔掉，还有这些管子有没有破掉，管子有没有折到，最主要就这个很容易就是被破掉这个位置，因为它在这个位置滑滑滑滑，有可能就破掉。然后如果管子没有问题，把这个管子拔掉，直接插到这个真空表上面。 插电，可以了。插电，开机，抽真空，就可以了。